つけた方がいいな。シガワエン。でも、イシャシャを。あれピンクどこ行った、いや。クリスはエン。課長はエン。フレディはエン。ジョダはエン。シェシェレイ君送我キキ做你的猫。谢谢，谢谢晚安。关于献送玫瑰，卡丘晚安，游戏一楼晚安，大家晚安，就晚安。今天很累吗？还好，只是我身体状况没有很好。波达晚安，北极熊晚安，西西晚安，泽晚安，卢卡我爱你，我也爱你，怎么了？谢谢那个的四叶草，今天的妆好美，谢谢。哎，康妮晚安。谢谢送北极熊，谢谢送四叶草，要多照顾自己。好哦，我等一下可能突然直接跑出去外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卢卡，我也爱你，我也爱你。现在是我在带来担心啊，没关系啊。对，我今天就是晚开，是因为这样，身体健康的因素。为什么跑出去呢？嗯，哎，晚安。暑い。でもね、クーラーつけたらお腹痛くなっちゃうからつけないの。我要用特效。啊。嗯，刚刚聊题有对吗？什么中间的大家不会的那一题就拜拜了，好像是第五题还是第四题。嗯，顾家谢送四叶草，志宏晚安。我每次都猜的都不会猜对。谢谢强大生的行李箱跟一封信，谢谢大家。奶哥那个是不是？应该是，对，运气不好，对，我相信大家都错那一题，猜的很难答对，对呀、啊，还有今天特效是开花花裤，裤子裂开，果然答题还是要靠作弊，你是怎么作弊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也很想作弊，可是我没办法。我因为我打字打得很慢，来不及猜，有作弊团，真假的？是每一题都会讲吗？快去讨论区听人家讨论的结果吧。开三次账号作弊哦，我是靠比别人聪明，错就一起全错。志祥晚安，夏夏晚安。今天的眼妆很美，谢谢。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红，不知道为什么上次我穿白色 T 恤，然后我的妆比之前用红比较多红色，然后就又烂的直播，整个变红色。等一下。有没有很想打喷嚏？云婷晚安，坤坤晚安。对，话说那个，我昨天礼拜一的时候，还是礼拜天？是礼拜天吗？我上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浩毅晚安。今天是居家旅游风吗？没有想很多。年一开始预告的声音表示月份已经确定了吗？对，今天开始抢。今天姐姐问我，对，就是我结束之后不是说我晚上十一点一分跟十一点三分的时候，我去玩那个 Dobon。问你要几月？对，可是我不会说，那就是秘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这一首我真的太香了，耶！啊，有遇到前辈本人吗？没有。有遇到粉丝吗？后来11:01跟11:03那两场我都没有遇到别人。原来不能说，还是不要说比较好吧，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的会不会确定是那样。哎呀，可是我后来改名了，我现在没有用本名。对，我怎么一直遇到粉丝？今天选的对呀、啊，你有遇到别的光田刘家吗？我有遇到光川刘家，我已经遇到三个甜甜圈了，不算有惊喜感，对呀、啊，对不对？刘家感觉是日本人耶，对呀、啊，太好笑了。谁是光川刘家？你们吗？是你们吗？大家改名了，我后来。就觉得好可怕，还是不要用本名好了。谁要取宫川这名字？暗红晚安，你真的是日本人哦？对呀、啊，爸妈都是，说不定是真的日本人。你说真的，他那个人真的叫宫川刘家是不是？不太可能吧？一定是这里的人吧？除了这边的人，应该也有其他。哥家还被我抓到上班偷玩。谁取功臣？我也不知道，没关系。我要讲几次了？我是日本人。安安是用安安的是。上班偷玩还遇到粉丝。昨天晚安，梦涵晚安。然后林英又累起，了解。我每天都会改名字。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放心，放心。我只是帅气的笑笑，了解，所以我有遇到帅气的笑笑，那个人就是你本人就对了。每天都会改名字，对呀。祖祖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用自己的称号不错啊，遇到前辈可以交流一下。有家可以说日语吗？我日文比较会，我比较会日文，对。要怎么每天都改名字？先不要，先不要。再讲一下昨天名字是什么？不要，不告诉你们。我有遇到本家成员，但我不认识。对，我到目前都没有遇到过本家成员。可以用日文自我介绍吗？こんにちは。南アルプスから来ました。南アルプスの少女宮田瑠香です。那会每天转推吗？应该不会吧。看情况，如果有抽到更好的卡，我可能会改。每天改名字不会很麻烦？不会呀，为什么会麻烦？听竹竹唱会有反效果。嗯。Luca 真的一直在换名字哦，你资料库有多少名字？就随便换啊。没有，我是因为很无聊，所以我在换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阿福晚安，好可爱，谢谢。玉安谢受掌声鼓励。在半夜会比较遇到本家成员，了解。卢卡现在的球队成员是谁去了？我还是一样那个那一位前辈，杨菜前辈，这样都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卢卡？对呀，我只有我知道就好。偶尔可能遇到成员的几率，那就当作遇到每个奇怪的名字都是卢卡好了。好啊，对呀，我现在不会用。我现在不会用卢卡这个名字。好的，反正杨菜的推就是你。
对，看到推洋菜的，有可能是我。啊，这。噔噔噔噔噔噔啊，引っかかった。我今天有卷头发，可是今天就发质就没有变，不会变好，所以会卡卡的。卢卡今天会唱几首？上次没有唱到的一首歌，还有一首别人提歌的，所以是两首歌。时间够的话，唱三首，说不定你改卡妹的名字啊，这样我也不知道。对，我现在我会我的账号给卡妹玩，所以就是那个账号变成宫田家的账号，不是只有刘家的。然后我会手残词，你也会手残词，这就是暗号。好哦，好哦。那我下次遇到感觉是 TP 的粉丝，我又按了三次，三个贴图，水手服超棒，谢谢大老神你好。可我有注意到，但是又怕误会。对，宫田家公用真好，谢谢小玉送我木木。昨天遇到又一行，有一前辈还不小心给他抖蹦下去，所以你赢了，很好啊。结果你跟有一前辈都没有赢，其他成员哎、欸、不是其他粉丝赢，这样你应该会更不开心吧？说不定遇到的都是卡妹，说不定。卡妹有空玩，谢谢北极熊送我行李箱。我的很明显名字前面有 TTP，好。卡妹不是都在玩睡球，我也会给她玩的。回来了，欢迎。注意。哎呦，我只记得。什么？永野且加狂为我排，得到 3。那他会给你玩吗？你说 Switch 吗？不会啊。哎、欸，可是我有说他有买那个吗？那个林哥，他公演前几天借我玩，然后我隔天肚子就很酸。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敢玩，跟他交换呢？交换什么？你说我给他那个账号，然后他给我 Switch 吗？不 OK 吧？卡妈有在玩吗？卡妈不会玩。谢谢小无双，啾啾你。日本无双みたいに涼しい残暑の空気を聞きたかった。いいな。そうだよね。もう9月だもんね。台湾はまだ暑いの。健身环，对，平常没有到腹部的肌肉吗？对呀，樱桃妈晚安，谢谢小吴送我掌声鼓励，刘江好可爱，谢谢。噔噔噔卢卡 cover 想好拍什么吗？你说舞蹈吗？有，我已经想好了，只是还没练好，舞还没练好。对，忘记跟卢卡说公演很棒哦，谢谢，开心，希望下次公演也来看我们，没有特别练，突然练真的很，对，真的很酸。超喜欢日本的，真的哦。草莓酱晚安，期待，好期待，好好期待吧，那就期待一下，练习加油，没问题。那你会直播穿水手服吗？之后可能会吧，什么时候穿比较好？
期待学生 Luca。那这次 cover 曲目会有前奏猜谜吗？你想要吗？可是我跳的不是 AKB 的歌。谢谢那个送相守之心。我在想我要不要唱那首歌。其实可以不用唱，因为这次最主要是跳舞。我先唱唱看，如果觉得还是原版比较好听，我就用原版的歌。之前那个剪接版本的不错，就是听晚安。现在换不行，下次都买了吗？让水手我的价值最大化。谢谢鱼鸭送我 Kiki 做你的猫。看哪次加入有独占时间就来穿，好，这样比较好。对，如果可以唱歌吗？最后，我现在最后都会唱一下歌。粉丝，我之前说有帮我投票的，我投票的人都可以点歌。然后我这边有现在有很多歌单，所以我现在每一天开直播都会唱一两首歌。すごいお姉さんが表示されてびっくりした。すごいお姉さんってこと？原本怎么会有你唱的好听？ルカちゃんはどうだ？あ、あれかな？あれかな？プレゼントのやつかな？那这周日不可能了。这周日爆满。对呀。那就看一下，9月12日可能没办法。我我预计9月19日会开播。Kiki さんって誰だろうね。年底都唱不完，应该不会。我尽量把11月前唱完。尽量。如果有几首歌要唱，我看一下哦。预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预计还要唱25首，对，预计，对。已经快破100了吧？没那么多啦，因为我说一票只能点半首歌，两票才可以点一首歌，而且不是每个粉丝都会点歌，结果下个投票活动又来就糟了，我们点一套圣诞歌，但圣诞节唱好了，哈哈。看有来还有很多人没点，应该吧，我也不知道耶。门槛那么低哦。长大好会算。感觉是没人，有人没点吧，一定有啊，一定有。半首该怎么唱是副歌吗？唱到第一次副歌或是第二次副歌，看那个歌曲的长度。我也还没点完。哦，对，你的有一首歌别人已经点了，你要不要换歌？青云的小小晚安，那我点的都有问题吗？目前没有问题，只是你点的我都没听过，所以要一个一个学。对，应该还有人在考虑要点什么歌。对，应该吧。可是我刚刚是差不多大概想，应该不会超过100了，不可能，50页应该不可能。那我点的有问题吗？有一首超难的。但应该可以。关羽的我两首都没听过，可是我会学啊。
问题最大的是我吧？好像是哦，好好笑，好像是对。我没点很多吧，才一两首。这次还有其他语言的歌吗？就泰文、台语、英文、日文、中文、韩文，就这六个国，这六个语言。还好我点的都很简单，也不是超级简单啊。对，庆阳晚安。我点的有问题吗？你点的有几首我在直播间有唱过的，你确定点那首歌吗？我都可以啊，看如果你真的想听的话，我可以。一想，就 Sega 在搞事，没事啊，没事。泰文太难了，还好我大学有学过一点点泰文，虽然我都忘记了。我好想点法文，不要这样。阿弟阿弟阿弟啊！等等，加帅员的怎么才二十几首？他们没有超过二十首，二十首啊！他没有超过二十首。对，其实大家都是直接点那个，直接点全首，很少人半首，很少人点半首歌，除非只有投一票。嗯，如果竟然有学过泰神，就是大学的课程，可是我都爽爽过。没有很认真的学，他不是投200票吗？有那么多？有那么多吗？嗯，好好笑。瑞卡连泰文也略懂，厉害。不太会，我真的不太会，我真的忘光光。我就点半首，没那么多票，没关系呀，没关系的。我没有全点呢。所以你真的投200，不可能吧？想问我点的那首如果会唱日文版还是中文版都可以啊？你是有点歌哦，因为有人直接给我歌单，我不知道他是要点歌还是只是推荐我的。对，我这边有先记录一下，可是对，我想确认，那我唱日文版好了。泰語の授業を取ってな、そうなんですよ。なんかね、外国語の授業を1個受けなきゃいけなくて、まあじゃあ泰語でいいかなって感じ。没关系，听过还是可以多听几次。好的，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两百票真的使用，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不公开我真正的票数。其实我投100票，我只是没点。不要问，很可怕。所以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得票数，不知道啊，怎么可能会知道？都是看你们猜的。我大概在想，哦，可能有几票这样。我在半首跟一首之间犹豫，最后才是决定完整版。了解，都可以啦。只是第二首有一首歌，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吧。我原本找好网站，可是好像被删掉了，我肯定要重新找。可能四个人投200多票，不可能的。四个人投200多票，我应该会变成第一名吧。来年那家 face 你都帮弟弟偷偷问姐姐啊，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出局晚安。我还没点，哎，对耶，对耶，需要附歌词吗？歌词我会自己查，我都有附 KTV 版的网站。KTV 版我还是也会自己查，我觉得第一名只有200票还是有点拼哦。原来这么多票，他们乱讲的啦，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啊！
早上晚安，八位晚安。但我相信在这边的人，大家都不会讲真正的事情，觉得感觉绝对不会说真的。我自己真的投几票，忘记找 KTV 版给 Luca。对，有些歌真的找不到 KTV 版，所以只能跟那个主唱一起唱。我都实话实说的，好啦，你只跟我说实话就好，不用再公开。的地方，对，睡迷晚安，甜甜圈有实验王的名号，当然要夸大一点。我可以实话实说，魏如晚安。我最爱卢卡，我相信这是实话。看很诚实，包括爱你的部分。我爱你。但这次的，对，这次的纸笔是不是很难抽啊？虽然我知道大家，这次七月的很多人帮我们买生血，可是纸笔我就不知道了。诗涵晚安，谢谢潮汕戳戳你。可恶，礼拜天讲大话。七月主题太热门了，卢卡三个都知道吗？知道了，终于轮到我，真的很感动。对啊，你落了很多，很多个月，我知道。从上线的谢谢送我纸铺的守护灵，可是我不会讲啊，对，应该说不能讲吧。除非那个人自己讲。谢谢送行李箱。我哭了，没关系，下次有机会。米友晚安，好久不见。你知道了，我们还不知道，那我知道了。让我抽到人开心就好。老师承认了，各位。那有人中两张吗？没有吧。没有，现在好像很少，我几乎没有看过中两张的，一小很难嘞，很难中两张。这次写有成盒有可能中两张吗？对呀，可是有一次有一个月，有人真的中两张，而且不是只有三个人点，所以可能真的要看运气。月历出来了，对，大家可以去预购哦。中一张就脱下了，对，我也觉得现在只要中了一张就该开心。要有一次中两张要买好几万吧，可是应该没有人这样。有人会这样吗？有人会这样吗？也有可能会，也有可能有些人会买超过一万。理论上买很多抽有机会两张，但几率就很低。会員しか買えない特別セットがあるらしい。そうなの？それはわからない。我下次才会这样。使用完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谁是使用完。我的粉丝应该不会买生鞋超过一万吧？会吗？应该不会。七月又特别难中，中一张就可以开心半年。我哭了一直问，下次我要买十万。你确定？十万欸？会吧？会吗？我要超过一万了，真假的？怎么可能不会？就算不要，我原本想说只有买我的应该不会超过一万。等一下，要怎么就超过一万？我说一个月哦，一个月不是七个月。等我一下，买三十包就破万，
对耶，不好意思，那真的有可能，对不起，我以为我的数学很烂，我没有想到这个，指定30几张肯定有意外。八月应该，那七月可能会有，八月应该没有吧？对，我相信大家都买七月或是买会员，然后八月的就可能，对不起各位甜甜圈，小看你们了，对，对不起，我也对不起大家，谢谢各位让我有下饭。老衲的晚安，八月的都拿去买会员。大家都为了让小偶像能多买几杯手摇饮料而努力，是真的感谢你们。强包如我静静看不说话，没事。九月又要写流程河吗？九月吗？我觉得我自己，我个人觉得啊，应该不会再拖了，不可能比七月的。不可能比七月布量越来越少，对吧？对啊，夏天的布量应该是最少。9月啊，10月啊，11月都是越来越靠近圣诞节，不是，越来越靠近冬天嘛。但应该比八月好吧，至少被，有可能呢，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讲的很奇怪，不是拖就是不会肉肚子。那我不买了，等明年。不要这样哦。对啊，大家开始入潮，脱下制服，买 个风衣，身鞋不错。那等明年七月再叫我。我是猜的，不要这样。哎，可是也有可能九月可能也有肉肚子，也有肉肚子哦，大家。我又不是想看肚子而已，想看什么？其实我对肚子真的还好，我迷恋的是卢卡完美无瑕的浪漫。有腿我就要买哦，了解。这一年的升学。肉的最少的是不是4月的？我穿牛仔裤，然后长袖。九月肉肚子会感冒吧？不会啊，台湾的九月那么热，台湾的九月那么热。希望哪天可以出童话主题的升学，有可能呢。童话主题，我觉得11月有可能。有卢卡就买。好吧，那其实我今天想跟你们玩一个测验。你们现在身上有笔跟纸吗？可以准备一下。台湾没有冬天，台湾有冬天啦，只是没有秋天而已。台湾的冬天很冷，怎么有点怕怕的？如果觉得怕的就不用讲，不用讲那个。测完之后的结果，对，要写字，帮我写4个字，一个是第一个字是事情的事，事情的事，我自己也不写，等等呢。这个第一个字是这个，对，搞事的事，好，写好了吗？然后第二个字是东京的京，京都的京，冬季事变的经，对，好，然后第三个字，
是这个时间的时，可以写很多个，可以不只写只有一个字，就是可以写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时有点不太好看，那就可以写第二次。其实写很多可能比较容易判断。好，写好了哦。第四个是水流的流，流川枫的流。字太难看怎么办？没关系，这个就是呢，看你写怎么样，就知道你大概的个性啊、想法啊什么的。噔噔，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筆跡診断。对对对对，哦，谢谢卡丘帮我写，就是帮我写这四个字。笔断水怎么办？换笔呀、啊。这是朋友告诉我的测验，那本人难看怎么办？这个就不要太担心。你哥要背卢卡读心哦？难道我喜欢卢卡这个秘密要藏不住了吗？怎么真的觉得是从给这个卢卡信用来的？哦，真的吗？我不是看那个，我想知道尤夫卡西的版本，等等去查好了。好的。都写好了哈，那帮我看一下，你写的是事情的事，我写两种版本。第一个。看这里的长度，这里这个就比较短嘛，然后这边就比较长。看你的字，你写的事情的事，这边的长度会不会超过里面的这个四角形？这笔画顺序有点神奇，我比较长。から出てた。等一下，什么时候露出来的？好可怕哦！应该没有碰到衣服。我不是流血哦，是肉水。对，哎，好可怕哦！现在来看我的人是不是误会？油价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还是用蓝色的好了，太可怕了！哎呦，好的，好，那我教你，我告诉你们，这个做这个测验可以知道什么事情。米亚塔卢卡，就是呢，做这个就可以知道你的社交或是讲话会不会比较擅长。短的人比较擅长，短的人可能就比较害羞内向。不知道你们觉得准吗？太准了，真的吗？有的有，果然我是害羞内向，真的哦，我就是内向害羞。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短或是差不多一样长的？原来我算擅长的，就是比较会讲话的，或是在上台讲话就不太会紧张的那种。
欸，我发现粉丝蛮多害羞内向。我看 TP 成员，他们不是写那个吗？3周年的，3周年的感想跟心得。我看成员的这个事情，就是每个成员都跟我就是差不多一样长度，没有人画写成这样，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准？そう。啊，リミながら俺も勝手に性格診断やってた。你看成员写的准吗？对呀、啊，难怪他们是偶像。对，长是外向，长也、欸、不是长的话，长的是内向，短的就是比较擅长讲话。イキちゃんが個人的な MVP。イキちゃん見てないわ。短的我真的写不出来，真假的？所以对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外向一点，就可以写短一点。我是蛮短，我写的是蛮短的。给你们看，这是我不知道答案之前写的东东，写的事情的事。看来 Daisy 转的比较多，对，一样长的就是算短的，就是看这边有没有超过这里，有超过就是可能就比较那些。我也是短的，哦，真假的，也 很好啊，这样也很好。可是我是不怕上台讲话，但怕跟私下讲话。哦，好吧，看你们有没有准呢？如果觉得不准就没关系。好，第二个是东京的京，我写两种。等一下啊。你们的金比较靠近哪一个？这个是要看中间的口的这里会不会很大，或是很小？一小。对，可是这个测验是我是看是女生的。女生的版本，所以。我不知道对男生有没有，都是小的吗？如果是不是都拿粉丝的手写信在分析？欸，其实可以耶、欸 我等等再看看好了。我还以为是看点点的长度，不是哦，好像也可以知道。可是我看的是这个，小的口好。这个可以知道，你恋爱的时候会想要浪漫一点的，还是比较现实？大口的小时候会打，会老师打岔，打岔哦，外遇是大的，就是呢，我看这个就这个人，因为我是看女生会看的那种，网站，所以写。如果写大一点的，可能就是男朋友送女朋友，男朋友送给我礼物的时候，比较想要 surprise 啊什么的，就是比较喜欢浪漫一点的。然后这个写小一点，就比较喜欢现实。对，强大声写的这两个，现实不能说现实一点，就是不用太浪漫，也不用就是做。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咯，哦，所以台湾的教育是不是这样教的？日本蛮多人是这样写的哦，这是真的。应该说女生写这样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这个啦，我是这个，我的口是小小的。所以 Luca 要看我们送礼物来验证吗？我是现实有点准，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准哈？
所以日本人比较浪漫吗？应该说女生吧，小女生，就是女生，有些女生喜欢可可爱爱的字，然后就写成这样的金，之后送现金。对，我相信你们送现拿到现金是最快乐的。耶，卢卡是务实派，下次生日包现金好了。没有，不是不是，就是不用做特别的什么 surprise 啊什么的，就稳稳定定的，稳稳定定，该怎么讲呢？就是跟平常一样过就已经很 happy。台湾小时候写字写不好被老师罚，哦，原来如此。可是这样的金也很蛮好看的啊。我今天怎么一直被打成靶？不要送火箭了，哎，不行，火箭我要。火箭还不算惊喜吗？火箭是惊喜呀、啊，对，这种惊喜我就蛮开心。好讨厌的，对不起。好啦，下一题啦，下一题。好，我看一下哦。噔噔，事情的时，时间的时刻，你们看一下你刚刚写的时间的时，这里跟这里的距离，就看一下有没有很近，或是有一点点距离，对，接近的程度。嗯，这个一好了，这是一号，这是二号，我写错了。连在一起的一，右边我不知道是哪边，开的二，进的，哦，男生感觉蛮多人是一。我先讲好了，我看 TP 成员 ，Daisy 成员写时间的时的那个人，几乎都写二，只有 Lika 写一。哦，好像是一半一半，所以我相信女生可能就是写靠近的人比较多。我写的字跟能以前遇到老师有点关系，近いというか距離ゼロ。啊，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太郎さん、嗯，前太郎さんの前聞いた話によると多分一だと思うんだよな。まあでもいいや。所以写一的比较高吗？不是。好，我讲答案好了。这个就可以知道，如果你交到女朋友，或是你喜欢，你有喜欢的人，交到女朋友好了。如果你交到女朋友，会不会变成泛化主义，就是让他随便想去就拿，或是比较会那个叫什么手哥巴哥，手哥巴哥的中文续付吗？会不会续付或是？放任主义，就是邪恶的人，可能就是如果你交到女朋友，可能就是眼中就真的只有那位女生，然后可能其他事情就完全不会看到什么的，束缚感，束缚。因为我觉得日不能黏在一起，所以就变成一。感觉蛮准的，然后一的话，就是不会要太要求女生，那点的，就是还是爱女朋友，可是就不太会束缚就对了，好像很准，我眼中只有卢卡，对，可是。蛮多人被蛮多人喜欢，就是一号的，我是这么觉得、啊。对，我相信女生也是。如果你的女朋友一直问：“哎、欸，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跟谁一起出去玩？”这种女朋友你会喜欢吗？就算是喜欢的人，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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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是一号的人常常被误会，
就是被对方误会，是不是那个？你是不是没有很喜欢我？这样，对对，就是有没有控制欲就对了。对，明白你反応いいなら俺にが好き。そう、我发现 TV 成员几乎都是，应该是 Daisy 成员几乎都是这个，只有 Lika 写一样。所以我想说 ，Lika 是不是交到男朋友不会束缚？不会啊，都可能会 OK 接受，真假的？这种女生超好的感觉不会变心，多难得哦呢。可是这个跟会不会外遇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只是会不会束缚而已，看你的独占欲会不会有没有太强。所以第一集成员几乎都是有强制，你可以看一下三周年的时候的那个，很多人写这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有写这个字，看可以看一下。他就小时候没有被老师圈起来说重写，没有。其实这个跟好不好看没有关系呀、啊，长大之后就可以自己改。可是有控制的人比较不容易被戴绿帽，好像比较好。其实这个不一定哦，独占有独占欲的不一定，不代表。不会爱上，不会偷吃别人。我们要怎么看到三周年的信呢？哦，对哦，现在看不到。哎，可是听说 TP 可能之后会公开，我忘记了，会不会？或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纸笔呀、啊、什么的。其实没有不好看、啊，对。然后我的时间的时，我的时间的时是这样写的，超级黏，完全没有空间，所以表示我的独占欲好像蛮高，嗯，蛮高蛮大的，纸笔要出现这些字的几率感觉蛮低的，完全看不到。好吗？反正我的时间的时是这样写。完了，你各位都不能当滴滴，你们都不能当滴滴。那可是一号的人的好的地方就是交到女朋友也不会见色忘友。嗯。所以这也不能。这也不能说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不好，就只是个可等等小小的测验而已。然后流水的流，我写一下。噔噔。看你们，这个你们不要讲结果好了。你们，我先讲，对，这个你们不要讲结果。看你们的这里，这边是晚上，还是就没有晚上？这个很不好吗？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好。So。就是看你们的这里有没有往上去，或是就是哪的，不用讲，不用讲，不用讲出来，一定有啊，一定有。看你是哪一个，不用讲了，不用讲出来，你们不用讲，好，那我马上，不要，不要讲出来了。写书法的时候可能就有那个尾巴，可是你平常是怎么写？对对，这是要看正确的是哪一个，是你平常写的那个，平常怎么写，平常的习惯才会知道你的那个你的心理你的想法啊什么的。我突然不想讲那个结果。看就
凯一定知道粉丝的秘密。对，就是呢，好，我讲好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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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这个，就是呢，跟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多难？还是好，我直接讲好了，这个测验可以知道你的性欲多强。这个写这样的人比较强，写这样的人可能就是不太会要求这个。OK， 结束。对，你们自己知道就好。所以呢，如果有看到就是你喜欢的女生，可以就是偷偷问一下，哎，你可以帮我写一下你水流的流吗？然后看一下她会不会写成这样，或是这样，懂了哈？所以我做这个测验不是想知道你们的答案，我只是想告诉这个有这样的测验。OK， 结束。OK，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不要在这边讲你的答案。对呀，我已经讲了哦。OK， 如果想知道详细的答案或是测验，可以用 Google 查一下，应该会出来。可是那个网站可能是日文版，对。那 Luca 的字呢？不会告诉你们。我已经讲了结果了。想知道答案的，最后念看一下我的名牌。你的名牌，没有，这是流，只有直线流水的流，不是青云的云哦。OK 哈，以后就该会心里想说，他有勾起来，他没勾起来，什么流眼泪呀、流泪呀、什么的，对，感觉有人，感觉应该有人会写吧。那我告诉你们我的流是怎么写的。我的流是这样，啊，没事，结束。是先玩上，然后再玩下。如果坏掉了，没事，这样大家都不知道我真正的答案就对了。我没有开车。好了，不然我写这样。好笑。せっかくだから日本語でお願いします。さっきの、そう、あのね、その流れるの流れ、ここがめちゃめちゃ上がってる人は、その、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ね。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ね、あの、やっぱやめときましょう、ちょっと。違うの、これが分かるのが、これが何が分かるかっていうと、あなたが好きな女の子が、その、ね、付き合った時にそういうのを大事にす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で、だから、もし気になった女の子がいたとすれば、あの、ちょっと流れるっていう字書いてもらえませんかって言って、ね。そしたら分かるから。それを教えたかっただけ。そう。だからあのファンの人のそういうのが知りたかったとか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くて、そうね。あ、结束。我不想拍我写的字给卢卡了，不用给，我原本就我这只是个可爱小小，就是只是个测验嘛，对，不是。准度不是100%，
怪怪的怪怪的，卢卡流血了要去看医生。我连你，我连的纸笔 up 下去啊！じゃあ私にだけこっそり見せて。我流泪了，我明年还是不要帮卢卡生日。是不是小卡太厉害了？对，这样子都卡丘的，卡丘的，卡丘都在想什么？以后我只写流眼泪流了。可是你刚刚直接说答案了，明年生日卡就写这四个字好了，不行，这四个字怎么写生日快乐呢？我待会看一下我的信有没有写到这些字，这样我们背后会是卡丘，以后给卢卡的信都改成电脑字。好了，不要，我只知道这四个字的答，这那四个字的答案。对，以后我怕写刘备骂性骚扰，不会的，不会的，只有我们知道就好。嗯，可以不要放有留言的回放吗？我的信那些字好像都有，真假的？如果现在改字的写法有改变现象，哦，对，听说可以，像是就是刚刚有人说，刚刚的那个事情的事啊，如果你不想要内向一点，那就写短一点的，说不定有可能会有改变什么的。对，写字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个性。嗯，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如果有看到更好的什么更好笑，不能说好笑，你们觉得准的那种测验可以偷偷告诉我，我会偷偷玩。然后如果真的觉得不错，我下次直播的时候也跟你们一起玩。你们都还好吧？刚只有我一个跟大家答案不一样。那我好像知道要怎么写字，可是我记得小时候老师教写就是有勾芡，对呀、啊。可是平常就是平常习惯，就有些人写就是这样，什么有些人写字就比较随随便便。对对对对，会给一点心理暗示。日本の AKB の参加ニックネーム授業。なんて読むんだこれ。読めない字。今天的测验在刘家一站开车中结束。我没有开车，我没有开车，我没有没有。是不是该唱歌了？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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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突然觉得好热。そう、これね、やるときにもうさらっと言っちゃおう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なんかいざ言うとなると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くなった。我原本想跟你们一起玩这个测验的时候，只是就是很想要就是很淡定的说，很淡定的告诉答案，可是是蛮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害羞。卢卡太兴奋了吧？没有没有。みんな冗談だって分かってるから大丈夫。だよね。很想知道当下你有怎么写吗？没有，没有。我才不想知道，才不想。对，结果我笑得最开心。今晚泄露都是有。我才不会看你们的泄露。你要说的就像老师在讲课的感觉，嗯，どうかな。そう、でも一番有名、一番有名というか、どのなんだ、測定見ても一番よくあるのは口。あなたの口はどれみたいな。谢谢帅元素，戳戳你，看你的口是怎么写的，全部都是硬硬的，还是只有这边是软软的，还是就是还是会写成这样呢？还是这边跟这边都有开呢？什么？谢谢帅元素，戳戳你，
搞不好明天思瑶会问你为什么一堆粉丝跑来要我写留给这个随便画个圆的，你写个编号，没有这个你们自己知道就好，因为我也有点忘记这个测验的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可以自己查。像那个你基本最常看到的写字的测验就是这个，应该你们可以自己查得到答案。有兴趣的人就看一下吧。もともと読んだったけど、金運の話聞いてから読んだしたらちゃんと、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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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ね、そう。口が開いてると、お金が握るっていうね、言われるよね、わかる。でもね、開けた方が綺麗なんだよね。開けた方がなんかさ、開けた方がかっこよく見えちゃうんだよね。そう。だから私もくっつけるようにしてる。あ、暑い。暑い。好 ,OK。现在开始唱歌时间。人間的に好きになれそうな時代に空いてる方が、そうなんだよね。なんかカクカクだとさ、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いかにも、なんか硬そうな人だよなと思うよね。谢谢ローリーさん、チャオチャオ。チャオチャオだよね。チャオチャオ。えいしょ。今日唱两首歌。有一首歌叫梅西好朋友。还有一首歌是上次没有好好唱的细野加奈的 If， 谢谢龟酱肉出出你。然后时间过的话，我直接唱阿卫三国手，对，这三首。OK， 下礼拜的要先讲吗？应该不用吼，这么快就中文歌。对，可是这首歌是半首歌。我现在排就是有一首全首，哎，一首全首歌跟一首半首歌。所以下一次是9月10号，9月10号也是一首整首歌，然后一首半首歌。可是梅西好朋友，我这首歌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 KTV 版，所以我跟这个主唱一起唱。音乐太大声吗？啊啊啊！那你们帮我调一下音乐，那个调一下声音。谢谢若琳的麦克风。我应该要怎么做，你才不会讨厌我？你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喝红茶不加冰块，喝咖啡不加牛奶，只喜欢白开水，你明不明白？我应该要怎么做，你才不会讨厌我？旋转的沸腾消灭安全感，所以我说个不停，你好像没有在听。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礼拜。巴黎，巴黎铁塔往下看。Merci， 安博菲的送你。告白。
个是半首歌，男生的歌嘛，所以 key 就是有一点低，但是蛮好听的。谢谢洛璃送我告白气球。他是卢冠中是偶像吗？还是歌手？那点翻译呢？他是自己写，作曲应该是他吧？不是，作词应该是他吧？作曲也是他吗？歌手哦，应该是吧？我有听过他的别首歌曲，他写的曲蛮有 sense 的，他有创作，今年有得金曲奖的样子，创作型的歌手，了解，好，我又学到了一首，管仲哦，小刘是谁啊？晚安。等一下哦，没有，我不知道，我现在想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叫小刘，还是还是是因为我刚就是做刚刚的测验改名啊什么的。谢谢月哥送我一封信，谢谢北极熊送我爱的小熊。等一下，不要！你该不会……我现在有点想一个想法，就是你是不是你今天给我礼物，然后进前十榜？然后是不是想看我的流是怎么写的？是这样吗？等一下，你们不要这样哦！等一下哦，小游赶快说你是谁？这样不 OK 哦，不 OK 哦。如果是本来就有你的卡，我就不会写哦。你也想得太黑暗了吧？不然呢？是谁这么优秀？什么优秀？不行！有人改名，我就继续用那个卡。大家太着急了，至少过两三个礼拜再用这招吧。对呀、啊，谢谢青牛送我戳戳你。好了，下一首歌。想为什么我选你修歌呢？那就不要写那个字。什么特卡特卡？还没有，还没有。你喜怒看到什么？TP 粉丝应该没有名字，你那个名字有留那个字吧？怎么呢？有吗？现在就有时间可以。Thank you.
谢谢清流，改名字啦哟。俺の未来に何かしかいないよ。ありがとう。谢谢レイクの一封信。待って、キーボードにめっちゃ赤いのがついてるからさ、何かと思ったら多分さっきのペンだよね。びっくりした。想说肩膀上有很多那个红红的东西，就是刚刚的，刚刚流出来的，哎呦，刘太郎很适合，刘太郎呢，耶、有红包，开心，谢谢大家的礼物，还是本名，对啊，青云比较好听嘛，谢谢陈大生的告白气球。よし、じゃあ、ワイさんご賞歌を。ザグッズ。歌詞。イエーイ！以後、流川枫要怎麼簽名？我先說剛剛的測驗只是個測驗，不是，不能，不是，不能說。不是 100% 的准度哦，所以不就是还是
对，这就是测验，不用带到太对，好玩而已，对 ，OK， 大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管刚刚的测验 ，OK 哈。L O V E Love D Luka Chan， 至少前面三个歌曲还蛮准，那就好。吃宵夜，我在想要不要去买。哎，ゴーゴー朝まで見てた。あれ癖になるよね。癖が強いから。谢谢 Sam， 好久不见哎。小小辛苦了。要吃什么？我送过去吧。我想吃麦当劳。啊不不不不，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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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
我想吃摩擦汉堡。我在泡夜店烧泡哦，那个很好吃，我也好想吃。怎么换一家？因为我不是代言的，所以我只是想吃汉堡而已。最近 DC 有更新，陆克要更新一下吗？哎，对耶，我好久没有登录 DC。好，那我等等更新一下好了。我现在送不对，我现在开车应该会出事。怎么了？你是在夜店烧泡面，还是那个泡面叫那个名字？哦，那个夜店不是台湾的那个那种夜店，就是日本的，なんていうの？夜道で売ってる。该怎么讲呢？夜，晚上卖的。多分そう、应该是屋台吧。屋台だよね、多分そういう意味だと思う。ルカさん、DC 也不能猜。あ、对哈。应该是把夜市的店。就 AG 副作用整天跟。真假的。辛苦了，辛苦了。对啊，如果是我预约，好好预约。有预约到的话，应该是9月10号有的。那我可能好可怕。多分出店の意味だと思う。でも应该是对，晚上开的有夜市的店，对，夜市的店应该是那个吧，一杯ちゃん的なやつだと思う。まあ名前言っちゃった、一杯さん、一杯有一个泡面，はいあれですあれです、なんか夜店の焼きそばなんとかみたいなのがあるの。不是夜店，不是那种喝酒那种夜店，是夜市的店的夜店。对，日本的夜，我们一听到夜店就是会想到，就是路边卖的那种。日本的夜店最多的是那个おでん或是ラーメン。おでん你们知道吗？关东煮，深夜食堂。なんていうんだ、摊子っていうのかな、就是外面吃的。对，屋台，对。宵夜店，对，可以这样说。对，路边屋台的那个屋台的日式炒面真的很好吃。晚上一夜的小吃店，对，小餐车那种，对，所以日本人听到夜店，可能就是会想到那种店。夜店って言葉あるんだね、初めて知った。ね、でも日本でも使う、日本、あと、あ、何、中国語の意味、中国語だとその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まあ夜のお店っていう意味だから、お酒飲んでみんなでダンスして。っていう場所。あ、日本語でやって、ああ、はい。でもあんま使わないよね。可是日文也很少用夜店这个字。我们就直接说，なんだろう、お店的な、屋台っていうかな、屋台。我们都会说屋台。OK。这个泡面就是模仿夜店的炒面吗？对。屋台的炒面真的好吃，就是面不是粗粗的，是细的。ね、屋台の焼きそばってなんて美味しいんだろう。日本行ったら食べたい。去日本我就很想吃那个东西。
对耶，肚子饿了。我看一下，然后今天的前十名 ：Legend 帅源、洛梨、北极熊、小吴，哦。强纳森、重色、柯江、青云、初风、老高升堂 ，OK。所以刚刚的那个小刘是谁呀、啊？现在应该不好，不敢说名字吧。可是想说他都帮我做小，他都帮我做小站，然后送礼物，有点不好意思哎。都鬼叫在干呢？啊，蹦江在叫，好可爱哟、哦，蹦江。他怎么没进门？其他人进门了。现在前十，今天大家送我很多礼物。十一点不会再见吧？应该不会。啊，我等等会玩躲蹦哦，可能会遇到我。还是今天也决定我几点要玩吗？现在10:13吗？10:33好了，10:33跟10:36，对。那我名字改什么呢？名字你们帮我决定。啊，宫田刘家好了，然后刘家的刘是。水流的流，看到宫田流家就是那个人，啊，还是不要宫田，对，流家好，哭江打的那样好了，看到流家就是流家，只好大家都改，你们要改成流家吗？好，就是遇到流家就是那个人就是我，可是我玩31分、33分。啊，33分跟36分嘛，结束之后就改名字了。结果一场有4个刘家，希望不要这样。小吴、陈乐生、柯江，哎，啊，重盛柯江、青云初风。之前那期直播玩抖蹦的时候，真的有4个类级，真的，结果都是假的。好，今天的第十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九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八名是歌家，谢谢歌家。第七名是重盛，谢谢重盛。第六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第五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四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三名是洛梨，谢谢洛梨。第二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然后第一名是 Lego， 谢谢 Lego， 阿里嘎多。对呀，大家的卡片越来越可爱了。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云写的真漂亮，你说这个吗？对吧？很漂亮哈，很漂亮哈。我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看到了，有功，你看。
有勾的，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哪个我没有特别的强调没有勾的。北极熊的北。え待って絶対あるはず。絶対なんか本来跳ねるとこあんま跳ねてないのとかあるはず。探す。看一下啊、哦，我看一下谁哪个勾的比没有那么明显。啊、哦，这个就没有很高，还是瓜的瓜会，诶瓜的瓜会有勾吗？これそんなに、うん。もともとなんだ？絶対あるはず。絶対そんなに強調してないのがあるはず。探す。哦，冠宇的冠就还好，冠宇的冠我就没有勾很多，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蛮夸张的，九蛋的九吗？看一下，哎，九蛋的九就还好，九蛋的九就嗯，对不对？好呢，所以是结果就是看情况就对了。ね、気分次第ということですよ。好吧，差不多了。他也是都有，没有？刚刚你没有看到九蛋的九吧？九蛋的九就还好啊，我的勾勾就没有很强啊，对不对？看谁当下的心情就对了，没错。好，这又哎，可哎，对，等我一下，可是这又不是流啊，对不对？跳ねてる時の気分詳しく。多分ね、見栄えがいいんでしょうね。見栄えがいいだけ。それだけ。只是、有勾看起来比较漂亮而已。对、就是这样。そう。しかもこれ流れるの流れるって字じゃないしね。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よ。じゃあね。はい、じゃ我现在在聊天就来不及10:33跟36的差，所以我要关播了，大家拜拜。然后我刚刚玩的测验只是你们开心玩就好，对，你们也不能说哎、欸、你有勾勾哎、欸、是不是骚扰对方，懂吗？不能当国中小朋友，对啊，真的很像国中小朋友，不行不行，就是。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觉得好玩就好。对，下次再来其他声音，好啊，大家可以传给我玩赞。如果觉得有不错的、有趣的，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玩。来关播之后就不会说，好好好，很棒很棒。对，这就是我想要的甜甜圈。またね、配信お疲れ様、楽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我们知道，嗯，我就爱卢卡，嘿嘿。拜拜。等你要抢，等你要抢生死身份，能有空？拜拜，晚安。Luca 晚安。